好的，好的，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蔡薇。今天我们这个加拿大大学中文教学群的这个活动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呢是特邀嘉宾讲座，非常的荣幸请到了美国海军学院的袁方袁教授。袁教授在汉语二语习得领域的这个卓越成就，我们都听说过。袁教授在二语任务教学和商务汉语方面的多方面的这个著作，特别荣幸今天请到了袁教授。我们先请麦吉尔大学的王仁中教授来介绍袁方袁教授。王老师，您请。谢谢蔡老师，特别感谢袁教授能在百忙之中，在这个学期之中啊，来抽空给我们这个群做这个讲座。您的大名我们都知道，因为您的学术研究，我特别佩服呢，袁老师既能够在教学实践中做得这么好，同时还有这么多的研究成果，真的是令我们十分佩服。那大家可能都知道，袁教授呢是获得了语言教育学的博士，真的是搞自己的本行。那现在呢是任美国海军学院的终身教授，也是美国中文教师学会的前会长，是19年到20年，也就是刚刚下任的。现在呢仍然是美国大学理事会的 AP 发展委员会的委员，而且也是我们汉语二语教学国际中文教育的编委，还有呢，香港 Research Grant Council 的评审。那袁老师的研究方向呢，主要是二语，课堂的二语习得、任务教学法、汉语二语习得等等。出版的专著已经有3部，教材3部，发表好几十篇的学术论文，曾经在这个好多研究经费方面获得这个奖项和获得这些研究经费，所以呢，请到这样一位我们杰出的学者来给我们做报告，非常感谢，谢谢。哇，谢谢王老师的介绍啊，我真的是不敢当。谢谢蔡老师的邀请啊，非常荣幸今天有机会呢跟加拿大的同行呢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算研究吧，或者是也因为今天也讲的是一种也有一些综述性，也有一些其他老师的一些研究，那我就等于先梳理一下吧呀。那王老师，我可以开始吗？还是？请开始，袁老师，好，谢谢王老师，谢谢各位老师啊。现在是星期六晚上，老师还有就是说能抽出时间来听这个报告。希望呢，我今天的1个小时的这样子的在这儿说话呢，不会耽误您的，就是不要耽误您的宝贵时间，希望您也有一点收获哈。好，我今天的这个题目呢是汉语二语任务教学研究，这个题目是蛮大的，因为这个任务教学嘛，听起来是，其实听起来又熟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这过去10年来很多都在讨论这个任务教学，但是任务教学研究呢，可能就是综述的。可能还做的没有太多，所以我今天呢也算小试牛刀吧，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我今天呢讲大约是3个内容，从3个方面了。第一个呢是这个，我们看一看国际二语任务教学研究，以它呢为框架呢，然后呢这个总结一下我们汉语二语的这个教学研究。最后呢，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研究了。好，希望我在1个小时内呢把它就是结束哈。好，那我们知道啊，任务教学就是说它其实有不同的层面，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它真的是包罗万象的一个词汇或者是一个名词吧，所以我们叫做 umbrella term。所以它因为从这个课程设计啊，还有课堂设计，所以所谓的课程设计呢，整体的这 curriculum，那课堂设计那是我们每一个课堂，那当然了，还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任务的设计。所以呢，那我
那就是说，这位是微信生。哦，对，好，对不起。啊，没关系。好，那我想呢，那有不同的，就是有不同的侧面了。那比如从课程设计的角度，我们怎么排序啊？任务主题是什么呀？就是所选的这个语言形式是什么呀？那类型呢？那当然我们知道有输入、输出，还有这个语言形式的这些不同的类型。那从设计的角度来讲呢，那就是如何输入啊，如何输出啊，然后我们学生的参加方式啊，那我们当然呢，最后还有我们这个如何实施任务，如何让学生准备任务，如何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呢来调整任务，然后最后我们的后续是如何让学生呢，把他们前面做所做呢做一下总结，然后再继续下去。那当然了，我们还有这个任务评估。那我们评估呢，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formative 和 summative， 当然了我们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language gains， 这个语言这个获得哈。那有的是比较比如具体的某一个语言点，或者呢是从全方位的，比如它的这个流利度啊、复杂度啊、这个准确度啊等等等等，其实这都是呢任务教学的这个研究可以涉及到的方面，所以它真的是无所不包吧。那我们看一看呢，那从这个国际二语这个任务教学研究呢，我想可能主要是分三大块吧。一个是从这个习得的角度，那这个任务教学呢对这个我们的学生习得它的影响是什么。那再有一个呢，现在可能更多的老师啊，还有更多的老师在做这个 pedagogy， 就是说怎么设计任务。那最后呢，那我现在今天说的呢，可能我今天更重点呢就是说怎么把这两个结合起来。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教课堂上在我们的真实语境真实课堂上呢怎么这个实施我们的这个任务研究了。那当然了，我们做研究都有这个理论框架，有理论有这个研究方法了。那我们看这个理论框架，那可能现在主要就是两大流派吧，一个是这个互动派，再有一个呢是社会文化派。那我今天呢可能更多的是讲的是这个互动这个认知，从这个方面呢讲的更多一点。那这个社会文化呢也会稍微讲一下吧。好。那我们知道其实任务教学法呢，其实我们在座的很多老师都知道它的历史了，那是大约是从87年开始的。那我们早期呢任务研究呢，其实更多的任务研究呢就是说由于受到这个习得这个研究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或者是一个框架或者是支配吧。那我们大家也知道呢，早期的这个二语习得呢，那从中介语啊、可理解输入啊、互动假说啊，然后我们都知道从83年、85年 Michael Long 那就是这个互动可以达到这个理解输入，那理解输入呢可能会这个帮助我们学生这个习得。那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是Michael Long 他的这个理论框架呢就是给我们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那也给我们的这个教学呢课堂教学呢有深刻的影响。所以那个时候呢早期啊就是80年代末到这个90年代中期这个10年呢，那就是如果说对任务教学呢更多的研究呢，那是从就是哪一种任务能这个促进了这个学生的这个互动，因为当时的这个基本上的一个就是互动基本上就是等于这个语言习得，就是互动和习得呢即是打一个这个等号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哪一种任务可以促进我们学生的这个互动，那这个任务呢可能就是比较好的任务。所以这是呢早期的这个任务研究。那我们在93年的时候 ，Pika 就是根据这一系列的这个研究呢，他呢对于这个不同的任务呢做了一个排序吧。那排序的这个
如何排序呢？那就是以给学生互动机会的多少为标准。那我们看着比如拼板任务啊，就是拼板啊，比如LEGO 怎么做啊，这个信息缺口任务，我想我们这个 information gap 我们大家都很知道，都很熟悉了。还有这个难题解决，做出决定，这个 decision making， 还有这个想法互换等等等等，这样子的任务呢，他做了一个排序。那他从这个信息掌握啊，互动关系啊，这个是不是 有所互动啊，还有任务结果是一个还是多个啊，还有这个结果数量是什么样的，所以他呢经过了这么一个排序，所以呢他的结果是双方呢，就是说什么样的任务是好任务，就是任务参加双方呢要掌握完成这个任务不同的信息，然后他们必须得通过互换信息呢才能完成他的这个任务，然后他们应该有一致的任务目标，而不是说我们可能有两个任务目标啊，比如说我是选这个候选人呢，还是选那个候选人，那一定要有一个任务目标，然后任务结果呢只有一个，所以呢这是一系列的这个研究，这是早期，大家看一个时间呢是93年。那当然呢从这个互动角度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除了这个任务本身能产生互动机会呢，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任务，就是与任务跟任务有关的一些这个一些条件吧，比如说或者是参加的这种可能性，比如说两人小组与多人小组，那结果就是两人小组呢要多于多人小组，会产生更多的互动机会，因为两个人必须要说话，多人呢可能就会有人就懒一下就不做了。还有呢就是说有的这个任务题目的熟悉度到底有多熟悉，还有这个重要度，这个重要度当然是对学生而言的，他认为比如说是一个保护这个环境更重要呢，还是什么选一个这个选这个选总统更重要，比如像这样子的，可能对学生来讲的哪个更重要，可能会增加他们的互动机会。当然了还有这个学习者的这个个人因素，比如性格啊，因为性格就是比较active 比较 aggressive 的，可能在这个小组活动中呢会这个引领太多而影响其他学生的这个互动机会。当然了这是早期的这个研究，以互动机会多寡呢为标准。那我们知道以对于任务教学法呢一直就没有停下来哈，有反对的声音，比如说那这个语言形式怎么办？因为任务教学法它是以任务来排序，或者是以主题来排序，那语言形式放在哪里？还有呢这个互动多寡是不是就等于习得，然后这都是问号了。然后呢还有这个失败，当然有很多这个失败的案例啊，我们也读过一些，比如 Foster 98年的这个研究啊，他就发现学生其实在这个在实施任务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很多根本不参加，他们或者也去互动，但是互动的那个语言的那个质量很低，所以呢我们有一些这个失败的案例。当然还有一些这个从这个教学传统上，比如说我们亚洲传统啊，是不是教育这亚洲文化传统是不是适合这种这个任务教学法呀，还有特别是很多亚洲国家还有这个国家级的这种入学考试啊，像这样子呢可能就不太会用任务的形式呢来考学生，而是用这个语言的形式，所以等等等等呢，这是都是对这个任务教学的这个一个反对的声音吧。那好，那之后呢其实我们看二语习得的理论呢在发展，那刚才我们说是以互动机会多寡为标准，那这个二语习得的理论呢在发展，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室内的注意力理论，那只有那他认为就是只有你在注意的情况下你才能习得某一个语言项目语言点，那你要不注意的话呢只是做任务，可能你永远会对于某一个语言点你永远会错误下去，你可能达到了你的互动的
互动的这个要求，你可能也把你的意思传递过去，但是你的这个语言呢，这个准确度可能永远不会提高，就永远可能会用比较简单的这样子的一个语言。那我们后来96年呢，我想 Skin 大家如果对这个任务教学法呢有一定了解的老师呢，可能都知道 Skin 96年呢，他有了一个出了一个框架哈，任务就是从注意力这个竞争这个假说啊来出了一个框架。那后边呢，我们90年代末呢，那我们这社会文化视角呢，也来看这个任务，比如说，这个我们这如何这个两个人互动，那他们两个人的互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所以给了我们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这个解释也对我们任务教学法呢如何向下这个进行下去呢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那我们大家呢，其实我刚才都说到这个 skin 这个所谓的这个任务中、任务前、任务中、任务后，它对于这个每一个任务阶段的目的呢，还有这个如何达到这样子的目的，然后如果从认知的角度呢，如何减轻这个认知负担，然后让学生呢在某一个。在某一个阶段呢，可能把注意力更放到，或者是这个交际啊，或者是放到这个语言这个点上，它都有一定的手段，所以，也对我们任务教学呢，可能就是又有一个很多的促进吧。所以呢，这里边呢，一个是课堂实施，再有一个呢，有很多很多触动了很多的这个实证研究哈。那我们刚才其实我们这个 skin 它的这个课任务前中后我们都很了解，但是呢，其实。我想在这里呢，就是把一些我们在传统课堂上呢不常做的，就是而 skin 来提倡的呢，我想把这个把它提起来哈，因为我们现在听的这个前中后太多了，我也发现可能有一些老师哈，对这个有一些误解，或者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有一些误解。那我们看啊，这个任务前，比如说我们说搭框架。像这个呢，可能过去我们在传统课堂上呢，可能不太会做。那老师教学生学就好了。那我们这个在之前呢，怎么搭框架？然后呢，我们这个如何问问题啊？在这个 warm up questions， 从内容啊到语言准备啊，然后对这个整个的这个任务实施啊，来做一定的准备。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就是提供呢准备时间。这个从任务实施的角度来讲呢，我想可能就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啊，其实很多我们老师啊，在这个问学生问问题的时候，或者让学生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给准备时间给的太短了。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学生呢在准备时间短的时候，他注意力呢没有办法，就是说他要传达意义，又要注重呢这个语言表达，他没有可能很少有办法呢把这两面呢平衡起来，所以这个提供准备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在这个任务过程当中呢，我特别的就是欣赏的这个 skin 他提出来的，就是说我们要随机应变，我们在这个学生这个实施任务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发现任务太简单了，那我们可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给他再加一条任务线，让他的任务不要太简单，让学生不要觉得就是太无聊了哈。然后呢，如果太难呢，可能我们做一些适当的调整，可能比如说给他一个任务框架呀。比如说拿掉一个任务线啊等等。好，我们在任务后呢，其实现在很多老师都在课堂上做，就是做完了任务以后，其实任务汇报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经过了前中，然后到了后，学生呢把这个任务呢这个用自己的语言呢再说出来，然后分享给这个其他的这个同学还有老师。老师当然在听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啊，
那当然到学生在这个汇报的时候，他会重新整理他的语言，重新整理他的思路。那这个阶段呢，那我们还可以做一些纠错反馈啊，讲解原点啊，甚至呢，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任务呢还可以，比如说再继续下去，我们再重复一下任务。那我们把这个重复的过程呢，可能我们稍微难一点，或者呢换一个语境，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给学生呢提供一个使用语言的这样子的机会。那除了我们有学中用之外呢，还有用中学，所以这些呢都是我想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这个 Skin 呢，他当时呢也做了一些研究，就是说对学生啊，我们不能只说互动哈，我们看这个学生的就是说输出，他最后输出的数量和质量。然后呢他又提出来一些比如说具体的一些指标，他和这个 Foster 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研究，比如说准确度，那这个准确度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具体的指标哈，复杂度，还有这个流利度。那流利度我们如果做过一些这个二语习得研究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三度哈，三维关系啊，它中间有很多很多具体的指标，所以我们不能只是说这个学生说准确了，他说对了，但是他说的可能都是他四年级的，但是还是说二年级的话。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我们用另一个这个角度呢来看呢，他可能就他还可以再提高，我们怎么再帮助我们的学生呢来提高，比如说我们的流利度呢，我们只是说他这个流利度比如说非常非常高，如果他呢但是他复杂度很低的话呢，那说明他可能比较忽视这个语言形式，那更偏重这个意义的表达，我们可以把它有机会呢给他一些机会呢来这个把他给他机会呢来提高这个语言的这个复杂度。那如果他太低，可能又是过于保守，或者是太在意这个语言形式。所以这个三度呢，三维的这个看待一个学生的这个产出这个质量呢，其实对我们来讲呢也是我无论是对我们的研究还是对我们的这个教学都非常非常有帮助。那这个那 Rod Ellis 从09年的时候他其实也做了一些，他不是排序了，但是他从这个准确度、复杂度、流利度的这个角度呢来看待呢就是其这个不同这个任务的这个影响。那过去呢可能更多的是从互动的角度、互动的机会，那现在呢我们看一看比如说熟悉这个任务所设的内容呢，对准确度来讲比如说它的影响有影响啊，复杂度没有影响啊，还有流利度有少许程度的就是有一些影响等等，他做了一些呢这个综述性的一些总结哈。那我们也就是把这个不同的任务条件还有这个学生产出的这个质和量呢，我们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我们在设计任务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比如说那我们现在呢比如想更多的发展学生的这个准确度，那我们可能就会做一种就比如说像比如说这个共同做相对于这个单人做吧等等等等，就是这些的研究呢对我们的教学也好，这个研究往前进一步来也好，都非常非常有研究。好，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 Robinson 呢，其实他把这个前边的比如从互动的这个互动的因素啊，还有这个 Skin 他的认知因素啊，还有这个学习者的因素呢，他把这三它等又是一个三维了，一个三维呢来这个来讲来这个阐述这个任务这个课堂任务比如说到一个任务到底有多复杂，那它有这么多不同的 index。好，我们呢认知资源啊，那我们还有这个任务条件，这个更多的是从这个早期 Michael Long 那个互动因素，那这个呢可能更多的是从这个学习者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的研究呢那是真是一步一步的在这个任务研究呢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那我们刚才呢其实
我没有说到这个社会文化领这个领域啊，那我一会儿可能稍微的提一点。那我们先看现在呢，看一看我们的这个任务叫我们这个汉语任务教学研究吧。那我其实呢，我们在刚才所说的这些这个任务不同的研究啊，不同角度啊，不同的维度啊研究，其实我们的这个中文都有在，就是我们的中文老师啊，都我们的这个汉语二语的这个研究者呢，都在做一些。当然呢，从这个是我现在给大家看的呢，其实是我相信我没有 exhaust， 没有把所有的都放在里边啊，但是我是尽我力了，来看一看呢，就是在不同，就是我们这个业界啊，对于这个任务教学法的一些研究，比如说互动与课堂互动方面，我们这个金老师呢，金红刚老师呢，这个10年呢，早期就做，但是这个非常有意思是呢，互动在这个二语国际二语习得呢，那是很长一段时间，而我们呢，因为我们这个。我们可能是我们可能也就是十几年啊才做这个任务教学法，所以过去的呢反而我们就很少做。那我们当然呢，我们看一看这个社会文化视角啊，社会文化视角呢，那我们也看这个老师呢，这是2020年这个刚刚发表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就是他是当然了是一个这个。在这个对这个新生啊，就是刚刚学习中文的学生，他给我们的一些启示。那我自己本人呢，也做了一个，比如说这个所谓的 peer club， 这个是双方呢互相，就是学生和学生之间，他们之间的这个合作呢，对他们这个语言学习的一些影响。那我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是看他们的最后结果。那如果是这个看他这个同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互动呢，可能的也看一些呢他的一些过程。那我们还有这个任务教学中的这个小组这个学生的参与度啊，这个我们这个其实是蛮新的一个，也算比较新的一个研究吧。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其实教师研究，对于教师研究呢，那当然我们这个研究任务教学法肯定会对老师就是怎么做进行一些解释，但是呢这个研究呢是完全是对老师，然后在这个对任务教学法的这个他的这个理解还有他的这个使用当中的一些研究，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这个是国内老师做的，我想可能教师研究呢我们这边的好像做的并不太多。好，那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聚焦任务哈，聚焦任务呢就是说以语言形式为主，然后通过任务教学法呢看我们的学生的这个习得发展哈。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任务条件啊，比如时间啊，这个语言的这个学生对于这个某一语言的这个注意度啊。那当然呢，其实我们课程设计现在还是蛮多，对于课程设计也就是从整体如何设计这个课堂呢，也有了真的不少的研究。我们看一看啊，这个是我找的是比较多的。那我们最新的呢，那我们这2018年的一个研究，它是 Flip Classroom， 它在前边呢给学生就是把这个录好了，然后它后边呢，然后怎么做这个不同的任务，然后做一个整体的这个一个学期的研究。所以我们现在呢在这里呢给大家列出来的，不好意思，有的我没有给全啊，就是这列起来的呢，这些其实都不是。一次课两次课，大约呢可能都是一个学期啊，像我们的这个2014年这个韩和孟啊，他们做的这个是一个暑假的项目啊，都非常有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任务可能不只是说我们叫 task 这个 supported， 那我们可能也会做一些这个 task based 这样子的，从整体上就用任务来指导我们的这个来安排我们的教学。所以这个呢其实这个还是蛮多的，但是其他呢，哎，我非常的奇怪哈，怎么没有数字呢，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呀。
好，那其实呢，我想，那我现在呢，就是跟大家呢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研究了。我自己的这个研究呢，是这个19年的一个，也去年前年的一个研究。那我这是一个所谓的聚焦性的研究哈。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呢，也是我觉得可能一个是稍微新一点啊，一个是可能就是到底我们这不能只是让学生做活动哈，我们要怎么让他促进他的习得发展。那我们就是把这个了拿出来了。那了是我们汉语里用的，好像是除了的之外用的是第二这个频率是最第二高的这么一个字哈。我们算字也好，我们算这个句法层面，还有与这个语法层面，我们都算它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是首先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不好学呀、yeah, 我们教不好教，学生也不好学。那我们可能最多的呢，就是说一个了，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使用，我们叫 function 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 change of state 呀、啊，或者是完成啊，或者 new situation 啊，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 functions。那从这个 syntactically 呢，那它有这个，比如说在这个动词末啊，还是在动词这个句尾啊，我们大家都是 verbal， 还有这个 sentence final， 或者呢，我们甚至还有这个两面都有的哈。我昨天吃了饭了，比如像我刚才吃了饭了，比如像这样的。那我们当然还有一些除了这个 rule based， 那我们可能还有一些 chunk based。呀，像这种就是非常就是那就拿出来呢的就是现成在里边的。那我们这里呢，其实了对我们来讲呢，可能最难的呢，就是说它有一些呢，比如说在某些程度上呢，某种情况下它是必须要用的，有某种情况下它是可以用可以不可以用的啊，也可用可不用的。再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它不能用，它在不能用的情况下呢，哎，学生用，那我们就听着就不对哈。所以呢，这是了给我们的这个难点。那了呢，还有一个比较难的呢，就是如果我们单纯靠这个任务教学能达不到的呢，那就是说它其实在有的时候呢，特别是对我们这个对这个外语学习者来讲啊，他就是说没有了，其实他也可以把意思传达到。那当然了，我们 native speaker， 那你不说了，那你肯定有别的意思。但是对于他们来讲，那他们不用了，有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可以把意义表达出来。有的时候不可以用了的，他用了，反正他是我们一看他是二语学习者嘛，我们也会非常宽容的，就我们也懂。还有呢，当然了，我们这因为这样的这了呢有比较难哈，所以呢，我们的学生，我们到我们的高年级的学生，他会采取一些这个一些用法，用他有一些这个策略来这个。或者是怎么用这个用的，比如说他把这个简化呀，就是用简化方式啊，就是说他就是把它作为哎，你非常好理解嘛，就是说为一个这个过去这个过去时，或者呢就是说哎，我就不用它了，这个时候慢慢慢慢的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这个化石化的这么一个现象。那我们在前面呢看看我们的语言学家讲很多很多的了，对了呢有很多很多的解释。但是这个了到底是什么习得的，还是那个习得的这个到底这个过程是什么，其实我们真的研究的并不多啊。那我们看这个柯老师啊，05年呢，他发现他就说哎，是一个有这个他是这个 cross-sectional study， 他是有也发现的，其实了呢还是在，并不是说尤其是一直上课的学生啊，他并不是说哎就真的化石化了，他还是在进步。那我在这儿呢，那我在12年的时候呢，就
在我的二年级做了一个这个所谓的 consciousness raising， 对于这个把这个了呢，刚才那个这些语言，就是说他这个了的不同的用法呢，给学生就是给他一个非常这个明确的一个这个解释，而这个解释呢，并不是说哎我说完了，他们听就好了，然后以后呢，可能还是不会，那这个呢，我是。让他们比如说你说完了以后、哎、那个你听完我以后呢，然后你做一些比如说一些练习也好啊，这个任务也好啊，然后回来你得把这个你得把你用了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rules 呀、啊、这个把它你再重复出来，让他把这个让他把这个 knowledge 啊，因为比较难这个难拿捏嘛，让他说出来。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呢这是一个啊，这一个当然呢这个其实都是一个更多的是从他这个 explicit knowledge 来讲，那我们很少呢有这个从这个 implicit knowledge 这个了到底怎么就是他的这个习得，那也就是说所谓的 implicit 就是说、哎、一个 spontaneous 这个时间。那我们看一看呢，我们其实那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哎、我们的 instruction 我们的这个干预啊，我们老师的干预对于我们的这个学生这个习得的发展啊，到底它的作用是什么。那我们二语习得的研究呢，从这个 pression 一直就是说、哎、我们的教学到底有没有用，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的这个到底有多有用，或者是我们怎么能多快好省啊，就是既有效的提高我们学生的这个习得进展，因为我们的上课时间是有限的。那我们还有呢、我们看一看呢，其实这是其实我们也有一些老师呢，比如温老师啊、邓老师啊，他们也做了一些这个了的这个习得啊，习得的一个研究，一个研究到底是了 L1 了 2 啊，哪个先习得啊。那我们其实从整体的来讲呢，对某一个比较语言难点来讲呢，那我们都是经过了这么一个发展啊，一个是哎，学生不用，就是教完了他也不用。我说的这是不是这个我们让他做练习哈，我们是就是说给他一个 spontaneous， 让他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哈，就是对于难点来讲是开始他根本不用，后来呢他就是说哎开始用了，但是他用的这个比例呢没有那么高，然后再过呢他是哎就用的太多了，然后慢慢的就更像这个我们的这个母语说话者了，他基本上是经过这么一个阶段。但是我们这个课堂教学出来的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呢？那我想可能这是一个蛮大的话题哈，我今天只是把这个班的这个过程跟大家介绍，但是不是了呢？我想我们还有待于更多的研究。那我们我这个人研究呢，那了呢是目标，那通过什么来这个达到这个目标呢？那我就是用这个所谓的这个 task repetition。那刚才呢，我刚才也介绍这个 skin 它的这个 skin 的它的那个框架哈，就是说哎，我们重复任务呢，就是说重复任务的时候，就是特别对于比较难的，那我们比如说让他再做一遍呢，第二遍呢，那应该比第一遍要好，因为他做了一遍，因为 rehearsal， 或者呢，我们用他这个不同的，稍微有一些不同的，那当然了，中间会有一定的时间的这个距离了。那我们现在啊，好，我们现在其实有不少呢来做这个 task repetition 这样子的研究。那研究呢，首先呢，可能啊，就是说，哎，它这个 task repetition 对于这个 accuracy 还有这个 effect 到底是什么哈，就是很少，就是并没有太多的显示。那 yeah， 那这个 By Gates 他做了很多这个 task repetition， 他就是说就是 a massive repetition， 就是说得让学生重复好多好多次，甚至十次，这样子呢可能会让呢这个比如说我们教给学生的这种效果呢
会这才显示出来。所以那我们也是说，嘿，这个practice 这个 makes perfect 啊，也是有点这样子的意思。当然了，它是用的这个任务的这个形式。那我这个研究呢，那我这个有一个 cycle 啦，有一个 cycle 呢，那我的这个用这个所谓的这个听说的这个听写的这个听加上写的这么一个。任务吧，比如老师呢先给学生呢念这个一段，那一段里呢，那这一段呢，当然了，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当然这个是一般的啊，我现在说我自己的呢，那里边呢有很就是 embedded， 就是说放进了很多呢你想让学生这个注意到或者使用到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语言目标啊。那我这里呢当然是用的是乐，那让学生呢听完了以后呢，学生呢就是再去这个根据呢这个刚才所听到的呢，让他们再重新写下来或者重新说下来。然后这第三步呢，那就是说让学生呢就是把这个原来老师说的那个被念的那个这一篇呢，跟他们自己写的呢进行一下这个对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我们看先听，然后呢他对啊，然后他得把它说出来，然后他再经过一下的，再经过呢他的这个比较。所以像在这样子的角度呢，可能学生就是对某一个语言形式啊，就是说那种狂轰乱炸的这样子的一个 exposure 啊，可能会对他有一些帮助。那好，那我是使用的这么一个任务吧。那我的这个研究呢，大约是用了有这个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哈。第一天呢，那就是给他一个 pretest， 就是对乐的掌握。那我是一共有三组啦。这个三组呢是第一组呢，就是只做一次，就是其实刚才的那个 cycle 他做一次，那我们这个呢其实是做了两次。那我这个其实主要是那个 by gaze， 它是 massive。这个 repetition 会起作用的，尽管很难很难也会起作用。那我们这个呢就是说就是不做是任何任务，任何不做哈，那就是这两个任务都不做。那我在这个 pretest 之后呢，那给他们，因为这些学生是二年级的学生，对于了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基本已经讲解完了。然后这个是这个，那这个时候其实他忘啊，就是前面学了现在的，或者把前面的忘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做一个，比如说 mini lesson 吧，把前面学的呢，然后重新呢 reorganize， 然后给他们讲一下。然后这个呢，其实是。这是前期的工作。那我们看这个第三天呢，那这两组呢就做刚才我说的那个听加这个写的任务。然后在这个第五天呢，那我们只是这个 task repetition 这个组呢，他又做了一个。那后来呢，我们在这个之后呢，那我们做一个 post test 呢，这个三组都参加了。那我们两星期以后呢，又给一个所谓的这个延迟这个就 post test delayed。 那后边呢，我们看一看这些，其实更多的都是看他的这个 explicit knowledge， 就是说他们掌握的这个语言这个形式。那我们后边呢，就是看看这个所谓的这种这么就是特别是这一组哈，做了这么多的关于了的这个练习，他是不是对他的这个所谓的 transfer effect 是不是有。那我们这是一个 free writing task， 当然有一定的给他的一定的这个 framework， 让他呢就是说让他有机会多说这个乐。好，那我们在这里呢，其实我这个具体的呢因为我今天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这个研究也蛮麻烦的哈，我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呢分享一下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哈。结果呢，其实呢我们看啊，这个重复任务，这个重复任务，特别是重复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听写任务，其实大约有，其实那他们对就是做了六次，那这个其实对他的 explicit knowledge 是有帮助的。
啊，好，我们过来看一看，那他对于，那我们看这儿已经，我把这个结果已经写到这儿了，那就是他对这个其他两组来讲啊，无论是这个组与组别比较，还是他自己的比较，那都是有很大的，这都有 significant 的这种 gains。好，那特别是呢，这个语言这个进步啊，或者我们不能说习得了，因为他只要是说 explicit knowledge， 就是他的呢，特别是他的这个就是第一次的这个 post test 这个。好，那我们这个后边的这个两个星期以后呢，那我们也看呢，其实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语言的这个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还是蛮明显的，当然已经落后了，已经有退化的表示了，但是他相对于其他那个两组呢，还是很明显的。好，那我们看一看呢，我们看一看这个，因为我们一直呢，那当然有这个 verb final 和这个 sentence final。那我们看一看呢，在其实我们这个结论呢，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他们的这个 pretest。那 pretest 呢，那我就发现了它的这个 verb final 的啊，就是比这个 sentence final 的要掌握的好很多。那我们当然了，那可能就是比较还是 verb final 还是比较容易比较 transparent 的跟学生讲，他那尽管他把他说成是，尽管他可能把它理解为这个 English past tense， 就是英文的过去式，但是呢还是帮助，尽管这可能不好，但是呢可能还是帮助他这个掌握了这个乐的这个词，起码是 sentence 这个 verb final 乐。好，那我们看一看啊，这个好，这其实呢 verb final 乐，那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比较好记的一些 pattern 啊，比如说你只要说哎，我吃了一个香蕉，比如像后边跟他说哎，我后边有这个 pontification。就是后边一个香蕉，我睡了三个钟头，比如后边有时间的这样子的，给他一个 pattern， 他可能就稍微比较好记一点。那我们也知道 sentence final 的可能就没有，因为它是依靠整个很多的这个语境哈，所以呢，我们看他的这个，我们看一个 post test 的，好，我们其实。这个对他的这个 sentence final 的 explicit knowledge 没有太多的这个帮助了，那我们那可能他们真的还要更多的要这个做，要可能慢慢的来，所以我们唯一的解释呢，就是学生还没有 ready to acquire， 那我们用这个来解释一下。那我们看一看这个所谓的这个 implicit knowledge 哈，那我们看一看他的这个。可以对他就是他有往前进，他在往前进，当然进到有这个，其实只是这个比较其他两个组他有进步，但是那离我们可能要求可能还是没有到达我们非常理想的那样子啊。那我们这个其实 everything is by comparison， 其实都是比较而言。那他这个我们 task repetition 这个小组呢，他用了更多，他就是说用了用的更多。所以如果我们刚才用比如说 no use、under use、over use， 那我们看一看，可能他已经到了这个 over use 这个阶段了，他就是用的更多一点。那我们看一看他这个，特别是跟这个对照组来比呢，他用了的这个准确度呢，这个更高一些，而这个只是做过一次呢，他没有这样，没有看出来。好，当然我们这其实已经刚才说了，用了更多这个 overuse。好，这里边呢，我想这个好像我觉得有点太，
太麻烦了，我这一点呢就把它空过去。如果大家有兴趣呢，有兴趣做看这样子的这么这个又费时又费力的研究哈，大家有兴趣我可以给大家 share 一下。那这儿呢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因为现在已经快八点了。好，好，我们过来，好，我们这看看 disallowable。就是说他不可以用了的时候呢，不可以用了的时候他再用。所以但是呢我们看啊，就是说我们的整体的这个评估，就是说我们这个 task reputation group 对这个 disallowable 这个了，就是不该用的时候他用了，就是对这个呢就是这个影响并不太大。那也就是说这个可能是要更多的从这个语境啊，更多的去跟学生讲。那可能这个 rules 也太多了，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比如说不能吃，不能吃，比如说不能吃肉，比如像这样子的。那学生如果把它作为 past tense， 但是说，我小时候没吃肉，比如像这样子的，那可能我们想，那就不对。那我小时候，像有很多很多这种比较具体的，这种不可以用了的情况下呢，学生因为把它单纯的把它说成是 past tense， 可能就，可能就会错误很多啊。当然，我们这个 task reputation。好像在这方面并没有起到这个，没有 effects。 好，那我们当然了，我这个研究呢，学生一共每个三个组，每个组好像是12个学生。那我们那我们 sample size， 我们 classroom based research 总是有这样子的问题哈，我们的学生我们的 sample 太小了。好，所以呢可能有所以我们把它这个推广啊，这个 generalizability 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角这个度数就没有那么高。好，那当然了，我这个是二年级的学生，所以那也可能说我这样子的研究是不是可能在这个高一级的学生当中可能更有效，可能是。那我们这我只是用这个一个语言的一个这个任务形式哈。当然了，我们其中还有一些 individual differences。那这个呢，因为我们这个其实还跟这个 sample size 有关系。那可能有一两个学生出来呢，有 outlier 一出来，可能就会压低，或者是提高这个某一组的成绩，这些可能呢都会存在。好，那我今最后呢，我就是总结一下吧，我的时间还好吧。好，我们的现在呢，我们的未来方向呢，我想，那我们的任务教学呢，其实应该，这个任务教学研究，我想可能应该，走出这个模仿阶段了啊，应该可能是。更多的把这个我们的汉语语言这个特点啊为这个目标来设计一些这个交际性的任务啊，还有呢我们一些比如说非聚焦性的啊任务，比如说我们一些比如文化的特殊性啊，文化的这个一般性啊，把它作为一个可能是这个题目来研究。还有呢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这个任务教学法的这个培训，当然这个培训的这个效果，我想呢我们可能还要做，到时候我们学生我们的老师听完我们的听不少这个任务教学法的这样子的讲座哈，他们就是说到底就是说习得了多少，如果用我们的习得语言来讲哈，或者他们就是在实践当中呢用了多少，我想呢这个呢也是我们的研究目标。我们现在的研究呢真的基本上没有。那当然了，我们刚才说的是研究什么，那如何研究呢，这个话题可能有点大哈，因为我们的课堂局限性，那我们的任务教学呢，那如果我们要在真实课堂上进行呢，那永远有这样子的局限性。所以呢我们可能一个任务可能在不同的课堂啊，或者拉长我们的研究时间啊等等，用不同的方法呢来这个克服我们的这个研究局限性，然后可能会达到比较比如说可靠的一些数据哈。因为现在很多我们不是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些老师，可能对我们的这个研究的这个局限性呢可能就是
强调的比较多，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到底这个结果到底有多真实，所以我们作为研究者来讲，可能也要想方设法哈，就克服这个局限性。好，那我今天呢，其实我正好是用一个小时嘛，不好，现在56分钟，我谢谢各位老师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一起交流一下。我不敢说我是无所不知哈，我没有，我从来不认为我是这样子的人。我们大家交流好了，好，谢谢。